大自然有很多種不同顏色啦，咁我以綠色為主啦。咁但係喺綠色上邊，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層次可以去表達嘅。咁我有加咗不同的綠色上去，其實係即係一個大自然嘅草原，有很多不同的植物，是因為大家的環保出咗力之後咧，令到很多不同的植物都可以好好咁生長。咁我設計嘅時候係有依一個咁樣嘅概念咯，係啊，再喺上邊放咗自己 logo， 咁希望呢件事都會多啲人關注到。以前讀 geography 嘅時候都會知道呢個地方嗰條河好長好長好長，一聽落去就知道係好多水好多水好多水，同埋感覺上係一個好多植物會依賴呢一個河去生長嘅一個感覺。咁所以亞馬遜一直俾我嘅感覺就係、是、好多水。不斷是有水的感覺，而且是很乾淨，很大自然，沒有添加的東西的那個感覺，所以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很健康、很新鮮也很大自然的感覺。其實我自己覺得我自己做幕前有很多衣服經常都會穿完之後會要去安置他們，但是我自己從來都不會丟衣服，我一定是會放落一啲即係一係就慈善機構啦，當然咁二來就係一係可以我自己有啲球鞋有陣時係會著完真係一兩次已經係需要換嘅，因為工作嘅關係係需要成日換嘅，咁嘅時候我就會自己，因為我有啲朋友係做中學嘅教師，咁就會同佢哋傾，咁啊睇下佢哋學校籃球隊如果有啲學生係。表現好好嘅，成績好好嘅，咁希望係有少少獎勵。咁但係唔好嘅學生，我都希望有啲禮物去令到鼓勵佢哋去做翻好啲。咁我就同我個中學教師或者個朋友去聯絡。咁有時就一大堆嘅波鞋或者球衣咧，就攞出嚟做獎品咁樣。希望我自己唔要嘅嘢都可以變化成其他有用喺定其他層面有用嘅一啲資源。我自己皮膚敏感，所以用 Kiehl's 咧，我就覺得自己好舒服，好舒服。沖涼嘅時候又會聞到 Kiehl's 嘅沐浴露嘅味啦，我自己好喜歡佢哋沐浴露裏邊有好多唔同嘅味，我自己係好喜歡嘅。咁沖完涼之後，可能之前會落妝，落妝又會搽翻一啲護膚品嘅時候，又係用到 Kiehl's 嘅產品。咁希望大家都會喜歡今次呢個我同 Kiehl's crossover 嘅 project。